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我是 Cassandra。 今天这个视频呢，我觉得会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视频，就是试穿我手上有的一些我非常喜欢的牛仔裤。因为牛仔裤一般都是一个非常难网购的这么一种东西吧，因为它非常强调这个大小啊和它这个版型等等，再加上我自己又是个很小的一个小个子，所以对我来说买裤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我自己的身高是1米55，所以一般的裤子对我来说就是要不然它太长，要不然呢它就是属于腰够细了，但是它那个腿又会太粗，所以对我来说买裤子真的是很艰难。所以我就说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喜欢的一些牛仔裤和我最近新买的三条李维斯牛仔裤的一个上身的一个试穿跟对比。手上就有这么多牛仔裤要跟大家试穿，所以希望这个视频都对你们有帮助。我想按照这个牌子来说，所以我们先来讲李维斯好了，因为我觉得李维斯是一个非常大家都很喜欢的牌子嘛，然后也是属于比较好购买，现在也都还可以买得到的一个牌子。然后我们来先说这一条非常火这个直筒裤，我一共买了两个不同的颜色，这个我会把具体的型号啊等等都打在我这个视频上。那它是一个比较非常非常正的一个很复古的这么一种蓝色，我觉得这个蓝色就还挺好配，而且很好看，这个蓝色真的是挺特别的。然后我自己是非常喜欢李维斯的暖裤的，它那个面料是偏硬，但是我觉得它特别有形状，而且它是那种一摸就觉得它质量很好，就不会很塌很软的那一种，我是喜欢它偏硬的这种质地的。然后另外一个颜色是这个浅蓝色的这一条，这两条是一模一样的版型啊，就是颜色不一样。它的这个裤脚都是这样的一个 raw hem 的这么一个做法，就是它会我不知道会不会越来越短越来越短吧，因为它这个丝会越来越抽着会越来越开嘛。然后是100%纯棉的，这条裤子我自己是觉得腰身是很合适的，我也很喜欢它的这个四个扣子的这个设计，也没有特别的难系，其实就还好。然后我很喜欢它的这个腰身的版型非常好，就屁股这个地方的版型是非常好的。然后呢大腿其实也还不错，但是我就觉得这个裤腿整体还是有点对我来说有点宽，然后我不是很确定我要不要留这个裤子，因为我是觉得我很喜欢这个颜色，我很喜欢这个质量，就是感觉好像在我身上有点太肥了，还是不够修身的感觉，所以我自己是属于还在纠结中。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没有我这么瘦的话呢，这个裤子应该是非常完美的一条直筒裤，因为它不管是长度然后这个颜色它那个版型都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你看超模会穿的那种直筒裤的那样的一个很复古的那种形状，所以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适合很多人那条裤子吧。只不过因为我确实有点太瘦了，穿它就有点奇怪，还有点肥的感觉，腰身倒是挺紧的，就腰是够紧的，下面腿下面有点肥。然后这样颜色我也都很喜欢，我觉得就是如果合身的话我可能会都会留下来，因为这个蓝色的这个浅蓝呢我觉得很适合就是夏天穿那种白色的背心很好搭，然后这种深一点颜色呢穿那种黑色的上衣，黑色毛衣什么会很复古那种，就很乔布斯的感觉，就这两个裤子我还都挺喜欢的颜色上的话。然后下面这一条李维斯也是我这次一起买的，这个是他们家经典的501的 original 的这个原版501的版型，我买这个是 crop 的，它也是23的腰26的裤长，也是最短就是最细的最瘦的一条了，然后也是腰身非常合适，但这个大腿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肥，它的这个形状因为它不是直筒的嘛，它是有点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身上穿点萝卜裤的感觉，就是好像腿真的比较宽，然后腿这个小腿这又细回去的感觉，所以这个裤子就是我是一试穿我就知道我肯定不会喜欢这条裤子，我肯定要退的。我就觉得这个版型是真的有点奇怪，可能比较适合外国人那种就是屁股比较大然后大腿也比较肥的那种，就是比较梨形的那种身材吧，可能像我这种就属于那种平板型的，就不是很能撑得起这条裤子。但是质量啊，包括它这个颜色，我也是很喜欢的，就是真的是很经典那种李维斯家的那种版型和颜色。然后它上面稍微有一点点这种小的破洞，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就是比较细小的，像上班穿这种裤子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是就是这个版型对我来说真的太奇怪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形状，我本来对它期望还挺高的吧。最后这一条呢是李维斯家的 Wedgie Fit， 前两条那个是Wedgie Straight， 这个是 Wedgie Fit。它的区别呢就是它的这个裤小腿这个地方是收一点的，所以它在我身上看起来有点像直筒裤，因为它的那个小腿这个地方其实是往回要更细一些的，整体是一个比较 slim 的一个比较修身的，比还是比较偏紧身的，但它也不是弹力那种啊，就它是比较修身比较细的那种比较贴腿的那种裤型。然后这个颜色也是一个
叫什么中等颜色这种蓝吧，然后中间有一个这种 wash 的这样的一个条，就是中间是有点这种浅的感觉。然后这个裤子我买的是28，我记得它的腿长是28，所以对我来说我是要稍微把这个卷起来一些的。如果是26，一般都是正好落在我的那个脚踝那个地方，28的话就会落在我的脚面上，所以我是需要卷一点。然后它的这个裤脚是这种就是有缝线的嘛，这种是我喜欢的那种裤脚，然后也是4个这样的纽扣，就是觉得这样很好，我是这条裤子我还蛮喜欢的。然后我不知道还能不能买到，因为这条裤子是我在 Aresia 买的，因为 Aresia 不是也卖像一些其他牌子这些牛仔裤，像那个李维斯，然后 Citizen of Humanity， Agoldi 他们家都有卖的嘛，所以我是在 Aresia 买的，然后当时还是打半价，才50块钱，我觉得还挺便宜的。我特别喜欢李维斯家这个皮的这个标签，我觉得就是很酷，然后看起来就是质量很好，很大牌，但是价格又非常的亲民，所以我自己是很喜欢李维斯家的裤子的。这条我是穿的利用率也挺高的，然后我挺喜欢的，像冬天穿靴子，夏天穿 crop top 什么都挺好看，就像我这样的这种背心都很好配。接下来是来自 Aresia 他们家自己出的一条就是牛仔裤的一条线，叫做 Denim Forum。 然后我觉得他们家的牛仔裤虽然不是很便宜吧，因为基本上都要100加币以上，120这样就不算很便宜嘛，但质量还真的是挺不错的。然后我买了一条他们家这个 Denim Forum 的这个牌子牛仔裤，他们的背面也是有一个这个皮，但他们家这个是鸡皮的，也挺好看的。我觉得我很看重这个标签的，如果是没有的话或者很丑的话我会觉得不好，但是如果是皮的，像有些平价的牛仔裤他们后面也是皮的，就是我会觉得看起来这样就很好。然后他们家的这个裤子的这个裆位也是4个纽扣，我是喜欢这种设计的。我发现就是这种纽扣比拉链要更吸更收这个肚子，因为它比拉链要紧，拉链的话比较有那个柔韧度嘛，你可能你有小肚子的话还是会绷出来，但是如果是纽扣的话它就收了很紧。然后这条裤子也是一个偏硬的质地，但是完全没有李维斯家的硬，就这个还算是柔软的，李维斯的那个是真的就是硬，但是我喜欢这种硬，就也没有说硬到不舒服，我还是觉得很舒服的啊。然后这个颜色是偏深一点的，但我觉得这颜色也挺好配的，然后也比较经典的颜色，然后也是没有任何破洞的。我觉得没有破洞的裤子是比较 classy 的，比较 timeless， 然后上面也可以穿，很方便嘛。接下来两条呢是来自 Urban Outfitters 的 BDG 这个牌子，如果你生活在北美你肯定听说过这个牛仔裤的牌子。然后他们家的款型就是很杂乱，有很多，这是我喜欢他们家一点，就是像李维斯啊或者是 Aresia 他们整体卖的还是属于那种蓝色系的或者黑啊灰白这种牛仔裤，但是像 BDG 的话会卖一些彩色的裤子或者什么那种条染的那种扎染的裤子，款式会比较多样，然后也比较特色一些。但是他们家的裤子是整体偏大，我感觉就是不适合像我这样的非常娇小的小个子。然后我买下的牛仔裤呢都已经 sold out 了，但是他们家非常经典的牛仔裤，所以我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两条牛仔裤是我最喜欢的两条，也是我穿的最频繁的两条，而且我觉得他们以后还是会就是在卖的，因为是他们家很经典，而且那个网站上还可以看得到，只不过写的是搜到而已，所以我觉得可能以后还是会可以买到的，所以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这两个裤子是一模一样的版型，我买两个不同的颜色，然后其中这个蓝色裤子我买了两条，然后另外一条被我剪短了，然后这个是全长的，这两条黑，这个黑的跟这个蓝色是一模一样的版型，然后我买的都是24码，它是一个 crop 的，它叫做 girlfriend high rise crop， 但是在我身上是一个全长的这么一个长度，本来应该是 crop 的啊，然后它的背面也是有个这样皮革的这么一个标签，它就是拉链的，所以这条裤子就是在我吃饭呐、或者吃火锅的时候，吃完之后这个肚子是会就是出来的，因为它这个地方兜不住你那个小肚子，是拉链的，所以这个整体也是非常的柔软的那种，就是很舒服，但是没有 Aresia 也更没有李维斯家牛仔裤要硬，这个是真的很软。然后它的这个也是用蓝色水洗的这么一种颜色，是最近也是很百搭很流行这种浅蓝色的，我觉得很适合夏天穿。而这条裤子也是 Jenny 同款的、Jenny 有穿过一模一样的裤子，然后我觉得是很舒服，然后也非常的百搭，很好穿。我真的是在我买 Aresia 那条裤子之前，我基本上一个星期要穿3次这条那条裤，就是因为太合身了，然后也整个就是也很舒服，然后也很好配，就没有什么缺点我感觉。然后另外这条灰色的呢是一个是几乎是黑的这么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水洗灰，然后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裤子，真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两条，就是颜色不一样。然后它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拉链的，但是拉链坏了，
然后就被我改成了这个扣子了，它本来是拉链的，它比纯黑色呢又要多了那么一点点的时髦度。我不是特别喜欢穿那种纯黑纯黑的裤子，我觉得纯黑的裤子吧，要不然看着很廉价，要不然就得花很多钱去买，然后它又没有很特别嘛，因为它就是个黑裤子，所以我不愿意花很多钱去买。所以我觉得买这种就是深灰我是很喜欢的，就是用来替代黑裤子的，也是属于比较修身的。你看它是整体就是比较细的这一个长这么一个宽度，但它也不是那种紧身的，也不是弹力的那一种，就还是有版型的裤子，所以这两条我是很喜欢，然后利用率很高，我穿的很频繁，就春夏秋冬四季都可以穿。所以我真的觉得牛仔裤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投资的东西，因为它真的是一年四季可以穿，而且不会穿坏，你可以一直穿下去，就是你可以穿很多年它都不会有什么问题，而且很多牛仔裤就是好的牛仔裤就是越穿越好看的那种，所以就是还是挺值得投资的吧。只不过我觉得很多大牌的牛仔裤，像就是300刀这样的裤子吧，都做得太大，就真的是不适合像我这种矮个子穿，所以我就没有机会去投资好牛仔裤。OK， 下一条是唯一一条淘宝的牛仔裤，因为我就是今年不是很流行这种宽腿的牛仔裤嘛，但是像我这种矮个子吧，就是国外的牌子买这种宽腿的都巨大巨肥巨长，就属于那种我穿了一个高跟鞋都要拖地的那种裤型，所以我觉得淘宝上买了一个这种专门给小个子的这种加小版的，就这种裁短版的宽腿牛仔裤吧。然后这个裤子是其实质量挺差的，然后它也没有特别廉价吧，但是质量真的不是特别好，但是无奈就是它真的挺合身的，所以它上镜还是不错的效果。然后他们家也有就是常规版的，就是这个是他们家的加小版，然后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你看这个颜色就知道它是一个比较劣质的这种，其实有点略微有点丑这个颜色我觉得，但是就是还凑合，所以就是因为它太合身了，所以我想分享一下，它真的很适合小个子穿嘛。然后它的这个拉链这个纽扣什么也设计比较普通，然后它背面也是没有任何的这种皮革的标签的，就是特别普通，但是就是它的形状和它的这个长度非常的合身，所以我就也想分享一下。这个是我买的最小号，然后它的这个腰呢有点肥，但是长度是正合适，所以就是还 OK 吧。我也是挺常穿的，因为我只有这样一条牛仔裤是合身的，然后又是这种比较酷的比较街头的这种感觉，所以我穿的还是挺频繁的，虽然就是它的质量没有那么好吧。那以上就是这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希望能喜欢这个视频，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对你有帮助。如果你有推荐的小个子合适的牛仔裤想分享的话，欢迎留言告诉我。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